嗨，我是林伟。这支影片呢，要跟你介绍我们华人转授权产品第一站的最新产品——黑白 Q 版人物网络行销图库组。OK， 这个产品是 NRR， 所以你只有个人使用权，没有任何的转授权。不过，你可以使用在任何你的网站，或者是你的影片，甚至是你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或事业当中。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内容。你下载这个产品之后，解压缩之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有17个不同的资料夹，然后每个资料夹里面都有不同类型的一些 Q 版人物。OK， 它有不同的 style， 像这个 business style， OK， 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人物。好，我们接下来来稍微看一下。OK， 这每一个 Q 版的里面啊，都有这样子的照片，它是 PNG 的影像档。而且是去背的档案 ，OK， 有没有非常可爱？OK， 看起来蛮可爱的，各种类型的都有，所以你可以用来放在你的影片里面，或者是制作成动画，甚至是制作在你的销售页里面都可以。OK， 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有提供 SVG 的档案，就是你可以用网页去开启。可以用网页去开启 ，OK， 用网站可以打开。然后我们又提供 AI 的档案，所以你可以自行再去修改。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别的。OK， 各种不同类型的。好，快速带大家浏览一下。这个是穿背心的。很可爱，这些其实在网络行销当中非常好用，因为像我自己常常制作一些销售页或一些产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名单收集页啊，或者是一些 landing page 里面都常常会使用这些图库。这些图库你在网络上基本上都很难找到适合的，甚至是很多图片可能是一些公司做的，他们有版权，那也不会授权你使用，你使用他们的图片可能就会侵权。OK。像这些图片常常都在网络行销当中会用到。OK， 这是在办公室里面开会，应该都非常可爱的 Q 版图片。这是各类型的图表。这个是。就常常在对话框，两个人在讲话会有这种对话框，或者是他在想什么。OK， 这个也很适合用在你的 business 或者是你的网络创业、网络行销的网站里面。OK， 各种都有，你看。而且重点是这些图片全部都是去背的哦，非常方便。你看都是去背的。所以你放在网站上面，它会整个融入你的网站背景，不会有一块白白的凸出来。而且你还可以用它里面的 AI 档再去自己编辑。OK， 各类型都有。这个也蛮好笑的。OK。这个也还蛮可爱的，这是用电脑的时候的照片。OK， 我们好像快把17组都看完了，带你来详细浏览一下哦。这个是运动健身的照片。这个是 mini 的，比较 Q 版的，比较头比较大、身体比较小的这一种。
这个也是 Q 版的，长得很像名侦探柯南。OK， 最后一个这也是很 Q 版的。OK， 好，我们把全部17种都看完了。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华人转授权产品第一站推出的新产品，黑白 Q 版人物网络行销图库组。那只要你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你就可以在会员专区下载这个产品以及之前我们发售的全部的相关的网络行销网络创业的产品以及未来发售的全部产品。 OK， 好，那希望这个产品可以帮助你网络行销网络创业更成功。我是林伟，我们在之后的影片当中再见，拜拜。